无奈的。哦，哎呦，有必要这样吗？啊，我不打，吓死啊，宝贝，宝贝，好了。不行啊，婴儿的那个瞬间的那个手势太多了。好，我很害怕。他只是靠近他，他刚怎么趴到我脸上来？没有，不要，不要趴。好吧，你刚刚木吓到跑上去了。对啊。他怎么趴到我脸上来？他会抓他，很怕啊。父母年胆小不行，你要训练他不能这样抓狗啊。不行。那还想，你怎么跟他讲？他连他现在他那遥控都想抓的。所以你要阻止他啊。他现在是在练习抓我。他现在他哪懂？你现在跟他讲，他哪懂啊？你不用跟他，所以你要。制止他们，现在听不懂。阿拜恁囝，我看你有遐搞搞。他那时候就把人家主动把他抓回来啊。我们来，宝贝来，好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他想下去，他一副，好，去逃亡，去逃。